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水牛成鸡翼，我会用呢个 Frank's Red Hot 嘅辣椒汁。如果买唔到呢个辣椒汁咧，亦都可以用 Tapasco， 呢个都系唔错嘅选择。喺影片下面嘅说明栏咧，会有详细嘅食谱。我呢度系500克嘅鸡翼，我哋落啲葱、姜。少少黑椒，1/2 茶匙嘅盐，咁我哋腌佢2个钟。如果你冇时间咧，可以腌佢半个钟都得。我哋用180度嘅油温炸呢个鸡翼6分钟。呢啲鸡翼咧，亦都可以用焗炉或者气炸锅做代替油炸。炸到金黄捞出，我哋等呢个鸡翼停2至3分钟嘅油，我哋去煮个酱汁。呢个咧系无盐嘅牛油，我哋大约要25至30克。醋我哋要2汤匙，你用苹果醋或者白醋都可以。辣椒汁3汤匙。我哋开一个小火，先煮开个酱汁，牛油最后先落。呢度系辣椒汁3汤匙。醋2汤匙。1茶匙嘅糖。1茶匙嘅椰汁，1/2茶匙嘅卡宴辣椒粉，1/2茶匙嘅蒜粉。1/2茶匙嘅洋葱粉，落翻少少嘅黑椒，盐要少少啦，我哋用1/8茶匙。我哋将呢个酱汁咧搅拌混和，呢个酱汁混和咗之后咧，你可以熄咗火先至落呢个牛油，亦都可以以最少嘅火慢慢煮溶佢。牛油最后先落咧，就系等个酱汁咧可以混和得好一啲嘅。呢个酸辣醒胃嘅水牛城酱汁就做好噶啦，用嚟做水牛城鸡翼或者其他菜式咧都非常之好食。